现哈，在县内第一家小微机的这个开幕哈，我们在当初的设计然后施工的阶段，事实上花了很多的资源下去，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提供县内，尤其是西北这些失智老人在这个阶段所需要的照顾。然后我们有各种情境的设计，然后各种课程的安排，希望这些老人呢，失智的老人在这边能够受到很好的照顾，延缓失智，来增加生活的功能。多谢沿线各单位啊长官他们的支持跟照顾，希望呢我们这个功能的发挥能够发挥到最强，来照顾大家。谢谢。